咱台湾人也是足润的，咱了搁活咧吼，啊，用一句网络讲的，讲这就是叫做，逐项拢袂起，但是咱台湾人了不起，吼，啊，所以咱也有信心，啊，即摆无大事，甲咱讲，民进党有咧拍拼，啊，大家包括咱学生团体、公民团体。这时阵啊，忍袂住啊，拢站出来。所以民进党就来讲，咱力量无啥够，咱拢少数。所以咱就爱利用这机会，学生囡仔做头前也好，咱民进党做头前也好，互相做后盾。哦，我相信咱2024年，就是讲今年啊，吼、哦，这个地方选举啊，甲咱后届2022年要重新执政。应该是真有希望，大家要有信心啦。啊，临尾吼，咱还用着时间吼，大家 Q&A 吼，啊，小等下要问的人吼，来遮啊，尽量有来咱有迄落照以前的惯例吼，卖发表意见吼，问问题就好，安尼较袂了时间。啊，咱今仔日真感谢吴大帅甲刘主任来甲咱。他们斗阵吼，互咱大家，所以咱东部散战啦吼，但是咱有一个纪念品吼，哦，大帅甲老主任吼，啊，没有大帅，咱真简单啦，就是甲伊这边咧讲话咧，嘿吼，坐在这边啦吼，可以交些力量，谢谢。老主任，伊重，本来真重啊吼，伊是国际部主任吼，所以咱任重道远咯，甲这重吼，啊甲加在伊身上啦吼，啊多谢一下，谢谢。咱伫要开始进行吼，有咱遮即个台湾研究院吼，伫4月初5。播一点半啦，伫咱遮有一个演讲会，叫做《台湾关系法35周年》的研讨会吼，35周年的研讨会。这台湾关系法和咱台湾的关系真大哦，这台美关系真大。啊，有请布雷德博士，啊，到Vincent王教授，啊个。众议员 Brett Schumer 吼，会拢会来吼，啊，希望大家有时间共同来参与。啊，咁啊，咱三个做一杯回来，三个做一杯回来。OK， 来，甲你讲介绍下吼。诶，吴大帅你好吼，我是迄个啊，民进党诶迄个执行委员吼，我陈浩庭吼。我要甲请教你讲吼，你虽然民进党做遐尔多报告吼，我甲你党部内底讲咧，我拢毋知咱有咧报告。即我希望我即个报告是袂当吼，要放网络顶面吼，互大家所有人咧看，吼，这就非常重要吼。第二吼，你发牌物件你有做比较，我想足侪人拢毋知影。我希望民进党咧国内即方面吼，爱。增加即个媒，即媒体都唔敢国外，应该一定用网络啊，用 Facebook 个物件来做宣传啦。哦，这非常重要，因为咱咧外国，你做个要死，做个流光，遐点么流烂，因为咱个广告无够，无爱检讨这代志。这第三来讲吼，迄、那个关于迄个啥，迄、那个台北民调吼，虽然讲民进党赢国民党吼，照我讲，台北民众建议来讲啥物咧？民调悬并不代表投票一定会悬。哦，我希望咱爱真谦虚的即个心情来做这代志。哦，因为我逐摆用哦，民调外悬，迄拢无效的，爱转出来才有路用。你若无转出来，拢都没有用。哦，即我希望即个部分块咱减少一方面去做宣传的代志。哦，国内迄较重要。哦，多谢。我叫何胜，我们台湾会馆的董事。咱头拄啊，吴大帅甲即个老先生拢讲的真济吼，我拢感觉足感动的吼。啊。家己听啦，感觉讲吼，种安尼无出一个力吼，感觉足安尼
心肝内足艰苦安尼吼，所以我希望讲，等下咱若准备离开的进程吼，咱来甲注意两位吼，来甲喊三声的加油，喊恁两个名啊，喊加油，拜托。我开始哈，老朱，我说我先。我问一个问题哈，咱民进党五年哈对中政策检讨纪要，伊的第二条国号叫做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这个名哦，伫台湾哦，我足讨厌。你是不是讲民进党啦将来执政的时，这个中华民国会当提掉？然后改台湾共和国，是不是这个可能？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回学生真勇敢的运动，对这个国民党是当头棒喝。哦，我嘛真欢喜。但是民进党未来这个年底选举，你认为讲是毋是因为这个运动会当加分？这是我的建议，谢谢。来，三个好，先回答，再来一次，三个人都先回答。先回答，先回答，不要太过分。拄只迄个陈志伟吼，问这个问题，讲阮的这个报告，咱通去网络无吼？若有机会吼，看民进党。中央党部的这个网站啊吼，我入去迄个民进党的政策会内底吼，我拄只讲了所有即个政策拢伫个面顶啦吼。若讲对民进党的即个网站有兴趣吼，是 www.tp.org.tw 吼，你点入去了吼，就看到迄个政策会的即、這个这个网页吼，等于政策会网页，我收回这个政策，我较早做的这个报告，跌来跌拢，包括核四，包括经济，包括这个失业吼，还是讲国民党甲民进党较早执政的经验吼，到底谁较好吼，这面顶拢有啦吼，啊，所以有兴趣吼，会当去看吼。啊，另外吼，好。那个民进党美西党部的网站有跟中央党部连接，如果你。你去那美新党部，没有关系。我说忘记那个中央党部的，到民进党美新党部也可以连接到。中央党部哈是 www 哈 dpp org tw 哎，好，啊，讲迄个透过网络，还是讲 Facebook 来宣传这吼，我那有在做啦吼，包括讲。我伫咧旧年吼，感觉讲有真侪迄个重要政策吼，要发展吼，媒体是真拍不停，尤其是讲到好诶所在吼，即媒体拢袂啥好吼，所以阮有做迄、那个一个 seminar series 叫做 Open Studio， 啊，即、這个 Open Studio 除了讲有请人来讲以外吼，我咱有透过迄个网络直播，啊，网络直播了啊吼，我咧网络播，啊，佫会请。小小比较精彩的一段吼，啊，放诶迄个YouTube 面顶啦吼，所以应该安怎做，阮遮拢有尽量在做啦吼。除了讲吼，请一挂迄、那个像鸡排妹啦吼，阮咧下面啦是去跳舞吼，这我想这不适合啦，吼、喔、不适合。啊，我们迄个反核诶，即个路跑吼，叫鸡排妹去热一下场吼、喔，这个适合啦吼。啊，但是像我们这健身的下面啦吼，这个是不会洒狗血的。这是没有 juice 的东西，这都很严肃对议题的这个探讨啊。但是能够在网络上做宣传的，我拢会当做宣传，我拢尽量来做哈、哦。啊，另外一个甲阮的期许哈，对，我即马民调较悬，无代表动算，我有这个了解啊，所以伫咧台湾吼，我嘛袂去到处去迄个乌白分家规啦，讲哦，我即马赢，我二队拢要赢，都要赢，
啊，对啦吼，虽然讲彰化甲南投吼，阮的民调是领先吼，啊，我甲大家讲，讲这无一定赢，因为上尾啊吼，因开始买票的时阵，阮就输去啊，吼，因为 leading edge does not make us feel comfortable， 啊，但是上少，阮伫个迄个进退的这个比例来看吼，阮即马是比国民党的表现受民众的这个困境吼，迄比例是较悬，这对阮的选举是有帮助的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迄、那个即卖学生作用干的啦吼，啊，这对迄个国民党啊是一个当头棒喝吼，这对你的选举也帮助未帮助啦吼、啊。我想这个学生的运动，其实甲民进党是合起来啦。学生伫个议场内底，啊，阮民进党党员是伫个外口，我保护学生，啊，我想这学生足了解吼、啊，包括讲伫个立法院议场内底。是阮民进党的这立法委员咧替因咧讲招总，看有啥代志需要做，有啥物件欠，拢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吼。啊，所以我想这对民进党的选举会较好。但是阮咧处理这件代志吼，唔是讲用选举来看，唔是讲用选举来看，因为这学生做的是对的代志，对的代志，阮民进党就爱甲赞声，就爱甲支持啦吼。刚才讲阮村里的国防蓝皮书吼。迄国防蓝皮书，我去美国的时候，迄美国的学者也甲我问讲，啊，这甲恁的迄、那个啊选举敢有啥关系？会当替恁摕选票，我再摕袂着选票。选举的时阵吼，从来唔捌讨论过国防的议题 ，but it's the right thing to do。啊，我想就是安尼，这对台湾的前途好，我咧就爱尽量去做。这对咱台湾即卖学生因咧处理的这代志，若讲会当替因尽一份力，我爱做，我就去做。对你的选举可能有较好的这个结果，但是这不是阮注重的这个目标吼、哦。啊，另外一个吼，上重要的问题啦吼、哦，啊，我定心肝底嘛咧想啦吼，讲、哦、为什么咱台湾爱叫做中华民国？为什么咱袂当改做咱台湾共和国？啊，这足重要的代志啦。阮自较早嘛咧想啊，阮自较早嘛咧想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咱看，卖看这个符号进程。咱先来看咱台湾的这个属性，吼、哦，阮定去迄、那个啊、国外咧做讨论的时阵吼、哦，就有人甲我问哦，啊，到底恁台湾是一个国家，还是一个国家？啊，最近吼、哦、啊，世大会、世界台湾人大会，伫台湾召开，吼、哦，啊，原来有。